你先看看，就昨天晚上这个取缔我中央领导问你，然后他俩没事，哎，看明白了，现在回想起来了吗？你事儿回不回想起来是吧？那往后也那个啥，要看他。这是你吗？这不像是你本人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在昨天晚上事回没回忆起来啊？没有，还是没事。后面怎么？那大概经过你知道吗？忘了。你喝完酒开车来，好像叫拿队。你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个行为，你敢不敢觉得后悔啊？是。行，这都给你做吧，啊、哦。是。